想的这么神秘干嘛啦？来勾结手。我就知道第一名会进攻手啊。是我等级一定比较快就对了，所以我只打三层。哇，终于有亚特兰提斯了！我们先把这个支线解一解好了。然后其他拍卖所，你们不要被他影响了，因为他那个拍卖所很快就会，就是他有限时的啦，因为上去可能只能放3天而已，还是几天，好像不到一天就下来了，所以这个价格算是变动蛮快，然后。